新北市中和秀朗桥区段征收开发工程，比邻捷运环状线中和新芦线秀朗桥、秀朗追风园区及成功路既有社区间。本工程东跨新北环河快速道路，西为永和区与中和区中心区域，南跨台64中和交流道，北为绿地用地，开发面积约4.26公顷，规划住宅区2.08公顷，公共设施包含三座公园、消防用地、广场绿地及道路等，促进土地利用及提升环境品质。透过新辟道路与区外路网的串联，考量开发后出入口及车行动线，规划基地完整道路系统，并兼顾区外道路的完善衔接，达成均衡而快速的发展。另配合公园及广场等活动空间，规划人行步道的串联，导入轻度活动空间，透过土丘绿带设置与植物季节特性，丰富视觉感受，作为绿荫散步的自在公共场域，借由地下滞洪池、雨水主流槽、低冲击开发设施，提升整体排水系统的容受度，达到都市防灾及环境教育的目的。秀朗桥北侧开发区为新北市第一个低冲击开发示范案，以低密度开发为理念，缝合都市纹理，导入防洪、防灾之都市转型，建构中永和都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块版图。秀出新北，朗朗幸福。